玩刚刚玩的阿玛尼，然后它开不起来是因为日文的关系。伊那玛说：“ただいま，A 五百哦，A 五百我那张。”伊那玛说：“ごめんね、帰ってくるの遅くなっちゃった。回来晚了，对不起。”でも今日はパンを見つけたんだよ。但是我今天买了パン，パン就是面包回来。すぐに用意するから、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。我马上就准备，等一下。那么说今日もいらないの？今天也不要吃吗？もうずっと何も食べてないのに。你什么都一直什么都没有吃，你这样会肚子会饿死。他说自己家的。伊妈妈说：“ちゃんと食べないと元気になれないよ。不，你不吃的话会没有精神哦，你会饿死之类的。然后一直有那种影片的倒数出来。哎，我跟我内讲的口味が聞きたいな。我想听姐姐的声音，因为姐姐都不讲话。”いつかまた話せるようになるよね。最后一天一定可以讲话了吧？伊那玛是弟弟哦。おやすみ、お姉ちゃん。哎，又别说我しまい，おしまい，おしまい有，我记得有好几种意思，一个是结束。因为就是可能什么东西做完了，反正就是跟结束类有关的。这边应该就是，因为刚不是一直在三二一倒数嘛，这边应该就是一倒数完之后，しまい结束。等我一下。我哪有骄傲？L 北讲话了 ，L 北就是那个白头发的姐姐吧？那当然好像《钢弹 Doubling》的其中一个女角。どう？面白かった？怎么样？好玩吗？有趣吗？すっごく面白かった。很好玩，很有趣。知道到。よかった。これはね、私の大好きなお話なの。那太好了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故事。お話就是故事的意思。そのお話みたいに本当に願いことが叶うならいいのに。如果像这个故事一样，真的有愿望可以实现的话就好了。可是那只是故事而已。标题那个不是哦，那个是日文。那不是，那个只是日文的汉字而已。もし叶うなら、エルベお姉ちゃんは何をお願いするの？如果愿望可以实现的话，お姉ちゃん想要实现什么呢？たくさんあるから悩んじゃう。太多愿望了，真的觉得很烦恼。你哪娃娃？就是你呢？你有什么愿望？包括啊，只有可能你大姨弟弟说想要变强、坚强、变强壮之类的。只有可能都是的，为什么想要变强？お父さんはいないし、お母さんは出かけてることが多いでしょ。弟弟说，我们爸爸已经不在，然后妈妈又常出门，对不对？
打开了保护杆，还会被我内讲我妈问打，所以我想要变强，然后保护姐姐。自己说，才刚讲完，画面又跳了。ここどこ？弟弟，这是哪？有没有見てるのかな？做梦了吗？可以开始。何も入ってない。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。机の中には何かの。那是ヘピナドが入っている。桌子里面装着什么东西？フラッシュライトを手に入れた。フラッシュライトは什么？不知道，来看一下。看一下。这什么啊？应该打火机吧？哦，对啊，对啊，打火机，这手电筒啊，打火机嘞。モブが置いてある。モブ就是扫把吧。那个针织的桥。门自己关起来。ドアは開かない。门打不开。这里没有门。哦，这是那个排水器那个电箱。何かをはめる場所が3つある。刚刚这边我忘了断掉了。よこれたぬいぐるみだ。有可米的天灵哪里看不得的？仔细看的话，我手上有拿一个东西。哦，得到休息室的钥匙。空桶子，坏掉的电箱。可以这样哦，是这样子哦，它可以装备啦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好，收集到了一个，接下来要收集第二个，那是螺丝吧？第二个螺丝，那应该是螺丝吧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什么都没有。外部椅子が立って掛けてある。椅子收起来，排排站在一起。トイレは自由してください。トイレで厕所。卫生纸啊！又得到一个螺丝。这样我都拿到了。看存档吗？可以。
等一下，我应该是先去装螺丝的哦。先装螺丝，有点吓到。启动。什么东西启动？哦，水都放干了，等一下。等于可以下去，我要再探索一下这个房间。哎，拖鞋，啊，过不去了。啊，我刚好探，我还没探索完呢。哎，算了。烦哦，我们等一下，血迹，嗯，把血迹擦掉。东西，哎，哪里懂的？哪里？手电筒坏了。这是家里附近的森林吗？我那一家。Coco, nice day, no？ 你在这里干嘛？画面又变了。ねえ、なま、かくれんぼしようよ。かくれんぼ。かくれんぼ好耳熟，かくれんぼ好耳熟。嗯，有。哦，躲猫猫啦。じゃあ、私が隠れるから探しに来て。わかんないからって、泣かないでしょ。姐姐说她去躲起来，那个找不到我的话，不要哭哦。そんなことしないよ。我才不会哭嘞。又换回来了。よくここで一緒に遊んだよね。而且常在这里一起玩呢。あの子の未来に、ゆうべのお姉ちゃんが話せるようになる方法はないのかな？想像那个时候跟姐姐聊天，因为她可能那个时候她跟姐姐就常一起玩啊，然后聊天都很开心。然后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姐姐都不讲话了，她想要回到以前的时候。好，姐姐消失，留下一张纸。夢は現実で作られてるから、現実も夢で作られてる。然后一个箭头往下。夢が願いを叶えてくれるなら、現実も願いを叶えてくれる。叶えてくれる。